天王嫂朱丽倩曾经净绝大马，如今51岁的她，双下包、眼袋、麒麟臂全都出色了，还残过一众师奶。大家都知道，刘德华背后藏匿了24年的女人是大马富豪千金。当年为了爱情，他宁愿当隐形人，默默守候住刘天王，做他背后的女人。3月13日，香港一份最新出版的娱乐周刊报道，刘德华太太朱丽倩为了全心全意照顾老公，又要兼顾女儿刘向贵以及年迈的公婆，奔波劳碌，导致心力交瘁。51岁的她连样子都老了不少，双下巴、眼袋、粗臂全都出来了，着实没了当年的风采。日前，香港媒体《东周刊》拍到51岁的朱丽倩在下午3点出门，前往何文田胜利道的一间平民化的美容院，基本的客户都是社区里的一些家庭主妇。作为天王嫂的朱丽倩真是十分节俭了，逗留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离开。当日的朱丽倩双眼浮肿，素颜的她看上去没有神采，苍老了许多。不仅在美容方面节俭，随后记者还拍到了朱丽倩在一家打折的商品店扫货，从跟店员热聊中可以感觉到，朱丽倩应该是这家店铺的常客。没过多久，朱丽倩就大包小包扫了一堆回家。朱丽倩购买的只是一些饮料冲剂，有美颜的效果，但价格比燕窝、花椒等要便宜得多。真没想到马来西亚富豪的千金，天王刘德华的妻子，居然如此的精打细算，好会过日子呀。2018年绝不可错过的电影《阮娇族》和《天使曾经来过》要上映啦！观看影片请点我。自从和刘德华在一起后，就选择退出娱乐圈，做起了背后的女人，专心当家庭主妇，还为刘德华生了一个女儿，在家相夫教子。偶然一次被拍到了朱丽倩上街买菜的照片，照片中朱丽倩穿着朴素，真的是一个好太太没错了。7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华仔的事业也正起步不久，也因各种原因只能默默掩蔽这段恋情，而朱丽倩也只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。到2009年，刘德华才对外公开了与朱丽倩的婚姻。而如今算算，朱丽倩已经默默当了刘德华背后24年的女人，从一个花枝招展的大马名媛，变成了哑忍、冤枉、坚持的隐形天王嫂。自从小女儿刘向贵出生后，刘太太的身份才真正的坐实。如果没有朱丽倩在背后扶持，说不定就没有如今的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。所以感恩戴德的刘德华对朱丽倩的情谊，开始是爱情，转而升级到不可辜负的恩情、亲情。